Perfume 在此前就公开了女孩们拍摄 Unforgiven MV 的幕后花絮，其中有个环节让恩才化身成为了小恶魔，还负责丢起了蛋糕，但频频失误让恩才有些慌张呢。이번에는제가케이크를이렇게막이렇게하고카메라에팍던지는씬인데요케이크너무고맙다아주렌즈에정확하게던졌거든요생각보다처참하네요虽然在现场出现了失误，但导演依旧超暖心的立刻安慰恩彩，宠爱满满的语气完全就是把恩彩当成宝宝来哄。二三，来哟！对，站，那开始准备了。二，不要 ，OK。哎呦，这个。다날릴까봐좋아좋아제가네번밖에없어서박지를했지만은또